但是我们哈、哦、表定时间到10点，我们就不能跟你说那个我们今天到此为止，不然大家就有可能刚点饮料就表演结束了哈、哦，我们就诈骗集团了、哦、当然就不能这样，所以通常遇到这个时候呢、哦、我们都会就是其实我们工作人员有一些都会唱歌啦，举凡那个就是从村长到那个工读生都会唱歌，摄影大哥也会，你们要看他们这样戴帽子低调整场都不讲话因为他们一开口就是那个传统歌谣马兰部落的很会唱歌他们两个又很会修电脑那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我们的那个伙伴们要整理一下，我这边进入那个工商服务时间就是不要看我们表面上这样光鲜亮丽的我们跟台东很多基层的工作者都同时共存如果待会结束你们喝酒喝太晚了，可以打这支电话0983650645，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一家叫城市游侠你在台东市任何地方只要100块钱他会开进来开到附近的载你如果你真的喝多了千万不要酒驾这叫城市游侠赶快拿你的手机出来记一下，我再念一次而已我的朋友就要准备上台了，好好的记录一下0983650645城市游侠先不要播，先忙线中先不要播，好那我现在就欢迎那个，因为没有人报，还是有人想要报名，现在还来得及我们一唱，我们通常就还是会10点结束，可是我们会有点那个过不了那个瘾，会想要继续唱没有齁。好，那我们掌声欢迎那个我们铁花村的女神我们铁花村有一个女神我们人口数不多，可是我们就有女神好，我们掌声欢迎蓝袜LAWA。嗨，大家好。开始。我刚才洗杯子。突然不知道要唱什么歌哎，你们想要听什么歌吗？小苹果。我不会唱啊。旅行的意义哦。尖锐的耳朵，你好厉害！你下次来，我再唱给你听。好啦，突然不知道唱，请问那个有没有那个？不是啦，那个夹的。发夹。好啦，那我就唱比较拿手的，不用练的，好了。这首歌是那个我一直很喜欢的歌，它是来自许金德的一首歌，叫做《想你》，是很轻快的一首歌。我要陈真鼓手票，哇！台东鼓王有在吗？So
还可以吗？非常好。你们是来自？我是新竹人，我们差一个县而已。是游。答对。好的。好啦，就。